foundation of that law. I didn't get it.讲师晚安。我忘记刚刚是说饭了，他是在我忘记的心，还是节约？哦，啊，这个是一般的事情。每一件的情况，我爸开始教会，啊，功能会，哦，从疗伤到后来开始开始教会。啊，所以讲，我给你，哦，应该听下去的是，我好听的。哦，相信公分会接的，就接的公。陌生的都是惊喜事，惊喜事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我讲的是一个，哪里讲的是一个意思？啊，所以伊嘛是一部啥，一部真理哦。伊是一部真理。甚至讲咧，为人为着了这个五福，为着咱即摆社会，为着了这个五福，重视时机，甚至讲为着了这个五福咧，吼，做出着袂良心的代志，敢有？有啊，像咱即摆社会，吼，为安尼，吼，真斗争，为着要争取这个名利、权势、地位，吼，这嘛是拢在咱。即使讲咱有即种的，即个
时拢会去了解讲吼，对方个家境啊，吼，你想家境，恁当时个所在，啊，恁个经济如何，还是想讲话说，伊个收入对对，吼，我有哪有成就？啊，咱拢讲个嘛，伊就是讲吼，咱即个人吼，你哦，你过生，吼，食到几岁，吼，啊，你即嘛是一种福报啊，哦，即嘛是一种福报啊，所以咱会对伊，安那，就会感觉是种福报，而且咱即个情绪咯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恁即卖人，吼、哦，真侪人拢是咧求啊，吼、哦，真侪人拢是用求诶。但是咱爱了解就是讲，健康吼，其实是毋是用求诶，毋是用求着求会来呢。吼、哦，为人去庙、寺庙、府啦，还是也做养生、养心灵，吼，有啥有这福报啦，有退休啦，有家庭啦，吼、哦，有事业啦，吼、哦，但是身体状况。这是咱爱去做，咱去爱去人生经验所累积来，是种个啥，是种个福报。所以有个人讲，你成功爱靠打拼，但是打拼不一定成功。为虾米？哦，这当然嘛是甲咱个福报有关系啊。有一个有福报个人，伊做事业，真是。哦，咱人所欲爱。财源滚滚而来，家庭美满。啊，若一个无福报的人，你要安怎做？即个方法毋对伊个。相信咱厝里咱拢捌听过，某物人做事业，吼、哦，啊投资偌济钱，投资偌济资本落，投资到底了到出来，敢有？有无？真正有迄种人个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个这个嘛是。所以呢，有一句话在讲，欲比金细银，金少收食是。我来讲讲，欲比前世因今生受者是，欲比来世则今生受者是。哦，无论讲咱即世人，咱拢是咱承受的是好还是歹，这拢是咱过去世、过去世所做的。咱即摆所承受的，就是过去咱所做的。无论讲是好还是歹，还是讲家庭里咱是一切，都是这个原因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若讲恁一代，讲咱老世代，咱会当较好，咱会当较有福报，咱的命会当较好，咱的事事平安，拢会当较顺心，就是咱即世人所做的。欲比来世个吼，伊若讲咱后摆咱较好，就是讲咱即世人，咱着爱做，咱着爱提升即点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大部分的人拢知影，我靠人文，吼、哦。但是有真侪人毋知讲到底呢，即个五福，啥物叫做五福？其实即个五福伊有五项，吼，伊有五项。
凶、富贵、丰年，心里面想笑笑，要还是还是？忧了忧啊，忧生死攸关的忧。有啊，有。有好的。修好的，修好的。圣人的圣，叫修福，叫做福，
想到叫做内心心主地，哦，叫做吼，啊想办的要我，哦，办的要我的，我想请来进来，我跟人说。欠记，欠记。欠记。变换。变换。想到叫，想到是非啦，想到非。修